好，我是晴宝。大家看这个神秘的快递盒，你们知道里面是什么吗？我知道。让大家猜嘛。我买的肯定知道是吧？这个呢，是妈妈在前几天的时候发现我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电子小兔子。对。它会走的那种，耳朵还会动。耳朵会动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你也看那个视频了是吧？我都没注意。所以呢，妈妈就买回来了。我们现在赶快来拆开。给元宝买的。对，看看元宝，元宝上次我们买了那个小人，然后亲了个小奶瓶，那个还记不记？哦、那个他害怕，你知道吧？害怕。对，这个也不知道他害怕不害怕，反正他对这种会动的东西都有点抵触，是吧？会不是那个小人，他奶瓶会发光，他有点害怕。不知道，看一下这个他反应吧。行。你喜不喜欢小兔子？又给我们打招呼呢？要不要小兔子宝贝儿？你去哪儿呢？啊，你去哪儿呢？跟妈妈说。啊，找爸爸，爸爸，找你呢。嗯，我来了。爸爸来了，他找你了，我门口看。你要不要小兔子跟妈妈说？喜不喜欢？笑呢？啊，要呢，真棒。是一只白色的小兔兔。哦，这个好像还要装电池，我会帮我爸装一下。电动的，当然了，它里面送两节电池应该。嗯，在里面呢。你打开看一下。哇，比想象中的要好呀。你们看，是不是还是粉粉的小兔，小兔耳朵？来吧，让元宝试一下，爸爸电池装一下，元宝试一下。行，姐姐给他，看他害怕不？哟，你就这样虐待小兔兔吗？他是害怕，他还是干嘛要扔呢？你这不行，不能这样对待你的玩具宝贝儿，不能这样扔。给姐姐，让他走呀，宝宝，让他走走，好不好？对了，好，来小兔兔往这儿来吧。妈呀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真服了宝贝儿。对，摸摸它，也爱护小动物，好不好？你也来摸摸。对，它就是摔，它就是摔，这就是小男生和小女生的区别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让它自己这样走，走到小元宝面前，好不好？妈呀，我真服了。以后再也不给你买玩具了，我跟你说。你看这个，这个走得远远的，他不要了，他不要，要不扔一边去了呢。元宝，看姐姐。元宝，看姐姐。去看姐姐，对，要爱护小动物，快去，快去。好，你让他试试，看他会不会。你干嘛呢？他直接来这儿了，他压根就不要，他不要。他是害怕还是干嘛？去，你给他，好，让他自己手拿着，他直接全部推到一边。哎呀，那这个玩具我们是留呢还是不留呢？你看，他打他呢。小朋友不可以这个样子啊！就是，要摸一摸像姐姐。你要不要就给姐姐了，就给姐姐买一个算了。你好坏呀他！妈呀，直接扔到地上了。是彻底是不喜欢，他不要不要，给送给你吧，送给你吧。哎，别叫别叫，你枉费妈妈的一片好意呀、啊、你啊，给你买的你竟然不要，又掉了。他觉得小兔子不是他玩的，知道是小女生玩的，他应该玩什么玩具车啦，还有那玩具恐龙啦，变形金刚啦，奥特曼是不是？玩这些东西。这不是他玩的、啊，你看这粉粉嫩嫩的。算了，这个送给你吧，行吧？你要不要？要。行，你是啥都要。那行吧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改天再看有什么好玩的再给你买，行不行、啊？来，给大家再见，再见。拜拜，元宝。